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南加州学院俊曾曾主任。今天呢，要跟各位家长跟学生所讨论的话题是不同种类的助学金。每一个学生呢都非常的努力，想要进到好的大学，但是呢，随着每一年的这个学费的这个费用的增长呢，相信对每一个望女成凤、望子成龙的家长来说呢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所以呢，要申请助学金呢，先要了解总共呢有哪些不同的种类。最常呢在加州呢看到的助学金呢，就是 Cal Grant。其实助学金呢，照这个名字来讲，其实听起来就是要不要还呢？其实它分了两个种类。我们先来讲第一个种类。Grants 的话就是不用偿还的，它是依照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的收入需要经济的补助来做决定。在加州来讲呢，就是由加州的政府呢来补发的。每一个学生在大学四年当中每一年都需要 renew， 那用的表格呢就是 FAFSA。今年的话呢 ，FAFSA 很早就已经开始，已经 release 了，提供各位家长跟学生，从十月一号开始就可以开始填写表格。往年的话呢，都需要等到一月一号才能够开始，所以各位学生跟家长，你们就要开始准备好你们的报税表格，还有各样的基本的资料。另外一种呢，需要偿还的助学金。因为呢，如果说这个 grants 拿的不够多的话呢，那学费还不能够完全 cover 的话，有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 loans， 也就是助学贷款。助学贷款的种类呢，其实也分了两种。第一种的话呢是 subsidize， 就是呢政府会帮学生在他们在学的期间帮他们付利息的部分。另外一种是 unsubsidize， 那当然就是在学校就学当中呢，你的本金跟利息呢都会一直 accumulate。 另外一种很好的机会呢就是 work study， 就是提供学生呢在学校有就业的机会，能够累积不仅在学校学的东西，能够累积一些真正的工作经验。所以南加州学院呢，我们在我们的升学规划当中呢，我们有提供奖助学金的这样子的一个 workshop， 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跟家长对于奖助学金有更多的了解。如果呢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的总校626-300-8352洽询。今天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